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各位厝内兄弟姊妹，真欢喜又搁到伫即个人间对话谈良开讲即个节目。今仔日是四月初五，那伫东方，今仔是清明节，特别是中国甲台湾。那西方我若无记毋着，应该是音乐节，但是今仔日我也无要讲清明节个代志，也无要讲即个音乐节个。因为过两三天了后，就是 this coming Sunday， 过来这礼拜日，就是咱救主国话的日子 ，Easter Sunday。所以今仔日我也真欢喜，甲我的 partner， 我的搭档吼，因为主持人张乐吼，阮今仔日有机会要来听几首半音合唱团因前下所演唱的这个十诫受难曲。为这个十诫受难曲呢，咱会当来听主席长老甲咱分享关于这个耶稣受难，特别是为克西马尼园耶稣会在真济伊的挣扎，真济伊留落来世间有真好的教示，会在 message， 咱稍等，特别听咱的杨主席长老甲咱一说明。不过我今仔日我这个开场，这个开场。我嘛要甲大家讲，对基督教的真济个遮大代志来讲，基督徒呢一年内底上重要，当然大家拢知影是圣诞节，耶稣出生个日子，甲过活节。今仔日咱针对即个过活节呢，嘛是有内底真济咱一定爱知的，就是为即个克西马尼园，咱开始来看到耶稣伊伫遐甲咱。讲教你的旨意 ，Thy will, not mine。所以，咱即马想要听主席长老来甲咱分享即、这个因半音合唱团所唱的即个十诫受难曲，完成即个克西马尼园开始。杨长老真欢喜吼，我会记得讲恁安尼半音咧唱这个时阵吼，足侪人受感动。所以，是不是你稍微甲大家分享一下，顺便介绍讲？今嘛，咱要听一首歌 ，OK？ 这个十诫受难曲吼，这个作者是英国人啦，叫 John Stanner， 伊是英国的圣保罗这个大教堂吼的风琴师，后来也变作圣歌队的指挥。这个受难曲伫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典礼典书内底吼，真重要的一个，头拄仔陈良兄有讲过啊。圣诞节以外，这个圣诞节即过来，这个过活节，也是讲这受难周，特别到过活节，真正这受难周吼，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像今仔日是拜四，拜四哦，叫 Maundy Thursday。Maundy Thursday 就是哦，即耶稣伫遐，甲正伊个学生伫遐在。食圣餐最后的晚餐的代志，后来就去克西马尼园祈祷，伫遐受了，然后就是到一直到受难这个受难啊，才过活安尼吼。这 John Stanner 呢，伊拢总活六十岁啦，但是足心酸的代志，就是讲伊伫细汉的时阵吼，一粒目睭就睁袂去，后来到三十五岁时吼，另外一粒骨睁袂去。哦，你甲想看嘛，一个音乐家吼，佮伫做指挥的人，伊是圣保罗大教堂的指挥的人，两粒目睭拢睁袂去，看伊要安怎指挥。但是伊吼，伊伫这中间，伊做两百首的圣曲啊。咱看，咱看，甲巴哈有够足有成的所在吼，巴哈嘛是尾仔嘛是无看见，伊伫教会嘛是做圣歌队的指挥，做黄金师安尼，结果呢？哦，伊做几啊百条这香，这条是真特别啦。这个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安尼，咱听，因为伊是英语做原文的，所以咱唱歌的时阵，咱听袂讲安尼，因为咧唱拉丁文啊，唱意大利文啊，我听了唔知咧听啥咧，这是非常的，对咱也是真适合安尼。半音合唱团伫2007年的时阵。三月三十一日，伫圣诞福音教会有
演唱一条歌。啊，我今仔演完咧，提这个三首，出来甲大家来分享吼。啊，伊个头一首呢，就是对讲，耶稣因甲伊个学生来到客西马尼，啊，甲伊个学生讲，恁踮遮等，啊，我来祈祷安尼。啊，但是后来佫倒转来，啊，拢总有三摆，拢讲啊，你是安怎无法度好甲我更新踮啊久，哦，啊是啊，一直到安尼耶稣受了，这个歌一直到耶稣受了，啊伫遐受审判安尼，到遐为止安尼吼，啊，所以咱即阵就来欣赏一下。
Christ, the Son of the Blessed, Jesus. Amen.